大家好，森森来了，悠游白书被灵玩。这个今天是12月31号，我们今天不聊游戏，也不要在这边说这个什么护玉理兄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，别提他了，旧的就让他通通都过去。2021年马上就要到来了，森森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在这边森森要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有你们的一个支持哦，然后与你们的这个陪伴。然后才会慢慢的从粉丝从零，然后到现在2000多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一想到当初10月30号的时候，我上了第一支影片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完全就是抱持着一个，想要分享的一个心态，因为本身这个 IP 又白书我是非常喜欢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很闲嘛，我就上传了我第一支影片，所以大家有看的朋友应该印象都很深刻。声音录得很不怎么样，然后内容呢也没有经过什么太大的一个整理，不过那时候也是成为我的第一支影片，然后觉得还不错，然后我就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的，到现在这个时候，然后我还会持续的一个努力，反正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，真的。然后未来的话，在2021年，森森还会做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挑战，新的一些改变。然后《悠游白书》这个游戏，我一定会非常持续努力的继续玩这款游戏，跟分享这一款游戏。每周二、每周六的晚上8点一定会分享的。然后未来的话，我可能会去尝试着玩一些其他的一些游戏，或者是有一些大家可以建议我的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然后希望在2021年，森森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共成长，然后共同的可以往自己一个新的一个目标去前进，去努力。好，那今天也不跟大家耽误太多了。元旦好好的陪伴家人，少打游戏啊，手机就丢一旁了。然后有空的话可以多来看看森森频道的一些影片。好了，废话就不多说了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拜拜。